我不是看完下面这个视频，我是万万没想到，承载了几代人童年的动画片，在爷爷奶奶眼中竟然是这副模样。首先出场的是奥特曼系列，龙虾精，啊，犀牛精，大力士，狮子精，牛精，蓝精灵，兵马俑。紧接着是海绵宝宝，大婶呀，冰淇淋 ，what， 蜗牛，太空耗子 ，what， 没牙老头，老母鸡，啊，黄瓜精，外国萝卜。而如果说奶奶对以上两部动画的认知已经足够抽象，那接下来这些跨世纪主角合体的出现算是让我彻底服了。猫精、大熊猫、火星人、猫头鹰、瘦细胞、黄豆精、啊、盲人八怪、老流氓、山里砍树人。